小孩儿，你好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狼哥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雅彤。今天下学，彤彤想吃鸡腿儿。怎么定了一会儿？今天我就给彤彤来做炸鸡腿儿，好不好？好。首先呢，准备五个鸡腿儿。1:1的水和2两腌料。放入鸡腿儿腌2个小时。打3个鸡蛋，放入玉米淀粉。裹上面包糠，炸至金黄。好了，我已经做好了，闻着怎么样？我闻着有一股肯德基的味儿。有吗？有。我感觉呢，就是我这个面包糠没有做好，它有的地方它都掉了。一人挑一个，炸鸡腿儿，尝一下。太好吃了。好吃吧？好吃。有没有奥尔良味儿？我吃的跟肯德基是一个味儿。一样吧？一样。一样。面包糠是最好吃的。是啊。它这个皮的这个地方特别好吃。彤彤，你喜欢吃鸡皮的吗？喜欢。这是我第一次做炸鸡腿。这个我腌了一晚上，好脆啊，是吧？这外边的皮很脆，然后里边呢又很软，我简直是个天才，简直是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我们家一位大厨诞生了，就是爸爸还有啦，谢谢，还说谢谢，好吃啊，我吃一个鸡腿就饱了，我也是。我们中午饭还没吃呢，你们就饱了。爸爸炸的是真好，嗯，外焦里嫩的，炸的不腻不腻的。我快吃完了呢，好吃到100倍，比肯德基的还好吃。嗯，我是不是有点不谦虚了？哇哦，朋友也喜欢吃，看来是真的好吃。好吧，今天我做了一个奥尔良炸鸡，完美。炸鸡腿好吗？炸鸡腿，对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我感觉啊，我们都感觉挺好吃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做呢？好，今天视频到这结束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有什么好的想法和想干，吃什么玩什么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